主料：玉米粉300克，黄豆粉150克，青菜叶150克。辅料：盐、水、小苏打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将洗净桌过水过凉后的茄叶切碎，玉米黄豆边加适量小苏打、盐、茄叶，加水和面浸20分钟，做成窝头状。上锅大火15分钟，转小火5分钟，关火再焖5分钟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豆面、玉米面，杂粮店有售，比例自己来定。总之，黄豆面低比例，不要高过玉米面。黄豆面可使窝头更加松软香甜，小苏打也起使窝头松软的作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